五月四日，网上流传了一组白敬亭面对热舞辣妹不敢直视的视频，他时而望向自己的鞋，时而和旁边有人耳语，让网友们颇为欢乐。更有网友调侃道，一定是粉丝的家教严格了。白敬亭眼神无处安放，视频中白敬亭身处某赛场，面前有一对啦啦队的性感辣妹正面对观众席上的他热舞，白敬亭面对热舞辣妹显得有些手足无措，眼神更是无处安放，不敢直视，只能打着囫囵和旁边的有人聊天。粉丝们称，我们的小白真是又有礼貌又绅士，所以小白助呼声的原因找到了，相比美女好像还是我的鞋更好看，像被突然掳到了盘丝洞，哈哈哈，我们的婷太可爱了，白敬亭是个单纯的大男孩呢，真是可爱，哈哈哈哈，还好戴着墨镜，眼神回避真的击中我心，就很让人心动啊。礼貌又可爱的婷婷还有一个片段是小白前面的啦啦队跳海草舞，结果他就和后面的人转过头去聊天，我越来越相信他真的会单身一辈子。大家，这样的白敬亭你喜欢吗？